场，去剧场上。拉黑算了，让人。现在一千一百，就是全部先一千一千，然后1500就关直播，1500关直播，真的是这么一个。你也这么疼爱我一会儿啊，一千。那我就在想，他们说到做到，我就是这么狠的角色。就穿上去再拿那个铲吧。这好好吃啊！哎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下，一口啊！你们来的季节不对，你们如果夏天的还有口味沙吃。你说夏天呢、啊？夏天冬天就没有吗？冬天没有。夏天我们要挑战失败。这什么？你吃，没关系。这好好吃。这是什么？我来了。夏天大家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每天499的话，那就一直。可乐谁的？来可乐。我的。我要赶紧。Uncle Luke，这个杯子，我不要了。你好像是傻子一样啊！谢谢，我没看你，我连看都没看，你连看都没看你。就在江苏，你看我们台湾哥哥和我们香菇姐姐，太，这个点他该睡了。我现在把宋雅让拉出去。神经病，我不喜欢看。完了，啊！我要再你俩还穿情侣？我们涂鸦哥哥说了，他俩穿情侣鞋吗？涂鸦哥哥磕 CP， 我跟你说。我现在涂鸦哥哥警告。我现在从北巴离职怎么样？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不行，北巴有新的。那你自己机票回去，机票取消。我可以。你不是没钱吗？老警告，那个灯照得我眼睛痛。哎，不是你嫌弃刚刚那灯光不好看的时候吗？哦，我还有一会儿才能关直播，因为还没有达到人数，我一定要1500才关直播。做人就要有始有终。我没戴牙套，牙有点歪，你不要看我的牙哦。不看。原本嫌不好看，结果也穿了一天。我觉得太好看了，他那里头那个。是快手还是抖音？是快手还是抖音？他们那个滴滴那衣服，他问我是快手还是抖音 ？Oh my god！ 我来了，我看起来就那么有快手气息吗？他们问我是什么直播？口袋直播。他们不懂我们这个。他们说盯着。我们要跟他们讲，我们是个女的。巡视。然后一会儿人家让你跳舞了。应该没有扛 BB 了，应该没有扛 BB。买票，我之前来北京跳。因为我们隔壁有一桌。就黑死人。他没在，帮他直播。好贵哦，多少钱？好贵哦，牛肉4块钱一串，那么贵啊？这么贵？段璇，你吃了30块？三四十，五，马上就要关六，我数一下，7、8、9、10，我一个人吃了3000。那么想快速直播吗？我吃一个鱿鱼干。表演一这个鱿鱼，怎么那么贵啊？一点都不我们县城的物价。对呀，下次不能在这儿吃了。刚吃了两次。不能，下次真的不能在这儿，下次吃那个便宜的。都不知道原来这里那么贵。来，放松。谢。还唱得很好听的。什么？他们说石阳爱唱歌还挺好听的，我说很好听，认证。还行，还好。这个角度很适合。1400。我觉得也差不多。这个香菇姐姐警告，用来来来来，一会挡着脸好。这什么？长。哎，我刚刚才放过去。我也来一套。这我刚刚才放过去。这个跑的也太快了吧。不喜欢，老样是吧？你吃吗？我给你分，你先吃，我跟，你先吃，我就吃一口。哦，我喜欢。不戴牙套了？不戴牙套不会。啊，这不是广东腊肠吗？你一会儿再出来。广东腊肠，好好吃，超好吃。肠。我过年从家里带一边过来。一会儿就结束了，然后这个角度紧看，角度中。过去还有什么？如果再看你，是否还会有感觉？两只蝴蝶，
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快走给我，梦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你说是牛肉串，牛肉串7块钱。我只要一口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对，我也只要一口。为什么你不喜欢吃啊？突然有点咸，有点咸。我和你缠缠绵绵绵绵绵那个味儿吗？是吧，这个肠跟那个肠不一样。嗯，那算是什么？淀粉肠，这个是肉肠。淀粉肠，对，他们家没有烤茄子。没有吗？我的家在东北。哎，你们今儿那茄子也没煮。哦，没煮。这是花了体力。OK。啊，500块。没有。你不要威胁我。我是制片人，你想怎样？我把你镜头一剪没。好了，PD，对不起。那么这期节目就由弟弟来对我来讲。你跟他沟通，你跟他沟通。我只要发号施令就好了，制片人。不，制片人只要发号施令就好了。还是别让他来盯着。你还是别让他来盯着。放过我，好的。剪完之后我要审一下哦。不敢。我是制片人。不敢。嗯，姐姐。别给我撒嘴。往往导演比制片人官大吧。制片人最大，好吧。专业制片人是会插手导演的创作。姐姐。你跟谁俩撒娇呢，妹妹？小姐姐。我不吃你这一套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金针菇。这个怎么烤那么快？我真的刚弄过去。我没带牙套。看到吃的只能认真吃，不想跟你们说话。有小爱老师的关了。嗯。嗯。好有多。哦，好好。嗯。它好像是腌过的。爽味的那个。但又没有那么扎实。坤儿还行。刚才他说切开，我这身高在你家会被围观的。刚刚就被围观了，肯定是围观你身高。刚刚人家围观是不是因为我颜值？因为他身高。不是，是因为我颜值。你们不能喝的原因，我不管，因为你们身体不健康。你知道无脸男为什么没有脸吗？因为他不要了。因为他不要脸。哎，我考你一个，段宇轩，天上掉下来一张脸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吗？我先不说你，我先问你，有问才有答，你要吗？你先说，你要吗？你要不要？你要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看你不要，你不要就是不要脸，我不怕。你要吗？你要，你要，那你就没脸了，你再要。你要的话就是二皮脸，因为你有两层脸。小燕还有两副面孔呢。白云必有果，你的暴雨就是我。是吗？你们为什么不吃啊？害得我一直在拿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啊，朋友们再见，朋友们再见，我再见吧。双姐姐，快来说个再见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多多喜爱。为什么？你也太温柔了吧。明年送孙小燕，明年送孙小燕进圈。哎，台湾哥哥警告你们，香菇我进圈，香菇要就把你们香菇姐姐要变单推王了。哇！香菇姐姐抛弃金在中了。哇！香菇姐姐现在一心一意孙小燕，每天是不是在说一遍香菇？香菇，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拜托大家明年进孙小燕进圈。拜拜。对，希望大家让孙小燕跟沈小爱进圈。小爱今天已经有了，再上一层，再上一层，再上一层。OK。拜拜。如果没有狮子跑快了。拜拜。你要拜拜了吗？那我要去跟你的粉丝说一声，他已经拜拜了。来，你跟我的粉丝说一声拜拜吧。哎，孙小燕，嗯，那个你跟狮子谁跑得快？你跑得过狮子吗？孙小燕，你跑得过狮子吗？你跑得过狮子吗？你先说。我说。啊，你说。我哑巴了。小燕，你跑得过狮子吗？休想骗我。啊，让我发挥一下，你跑得过狮子吗？哎，小燕。香菇姐姐答。你知道消化在你的区别吗？
我是校花，你是校花啊？你帮我，我萨摩，你跑得过狮子吗？我跑得过狮子。那你就是比禽兽还禽兽。那我跑不过狮子，就禽兽不如。又有肉了，又有肉了，啊、又有肉了，来了，又有肉了。爷爷爷爷爷爷，一起吃嘛，不要老是只有我在吃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的。我在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在哪？趁你不注意偷吃一顿，免得你跟爸告状。爸爸他们平时都对我很好的，真的。北爸平时对我超好，工资又开得高，伙食又好，都不用点外卖。又让你当管事。对啊，又让我当官。威武。讲的好大声，讲的严重一样。哎，过的时候不要乱说啊。嗯。哎，断了吧，都断了吧，啊，还在播。没有北爸的培养，我能这样吗？不会的，对吧？爸爸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公司就是那么好。来现场连线郭老师啊！来，郭老师，连线。给王总，不要。给王总。这个套路我给你100分。啥？给王总连线。我没有人有联系方式。我有个群里没有王总。连线王总，爸爸，连线王总，爸爸，对我好的不止北八，还有上八。没有啊，还有半小时。我等会儿我看一眼。口袋最那个，我看看活动是什么？怎么样？哦 ，yes。最近的活动是什么玩啊？就是你们要发几条？我不知道那个。最近大家口袋营业蛮热的。我看上一下一次。我不用刻意去营业。不用找对吧？都没冠军的气魄。营业太高了。冠军的气魄。翻一万个差不多。手口翻掉。真的有。营业的时候要是因为爱，是因为想念，不是应该为了。Money。